先发五人，客队的梦想家有吉尔贝克、周伯成、 Randall Walker、 马布尔还有卢冠良。主场的领航员有博朗、沃许本、张镇雅、关达佑以及卢俊祥，还有这个得分手段的积极性啊，都是让球队有很多的这个配套方式可以来打。哇，这边是 Marble 的助攻，让周普这些四号位的球员，四号位的本土球员呢，在各队能够有更多表现机会。哇，这边是空中补给啊，博朗来一个拖进两分，对，再给到 Marble。对，平沃克回来之后，当然在这个三分球部分也可以提供一些火力哈。哇，这边凯塞梦想家，张镇雅在外围给到瓦斯本，底线好球，丢进来的关达又大拉开，一开赛就来一个精彩好球，你要想打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喽。再给到拖车的瓦斯本，打球线的跳投，波浪再拿两分，所以今天这个有的积极性的判断是对球队非常有帮助。哇，但这一次在交代方面，我觉得彼此的沟通不是做到。在中线附近分到了底线，沃克的三分出手力道大，吉尔贝克的进攻篮板翻身勾射，因为开始在这个打法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么有默契哈，那现在就防守端必须要做一些考验了，因为对方高度真的今天在进阶。礼拜天打完比赛啊，礼拜一还从菲律宾回来，对，十秒外围张镇雅，这是雅哥打板三分。马布尔收球，原地进来，左手挨了布朗的火锅。对，布朗在这个篮底下的进攻篮板的优势好像是存在的，所以大胆的出手。这个 pass 的机会，麦卡洛自己打掉。对，目前为止这个球的流动在梦想家这边还是做得很不理想。卢俊祥的超截来看一下，前面没有人了，右手上篮得分。对，现在说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点。梦想家改守一个区域防守，来看一下领航员怎么突破。好球啊！今天博朗一开手感相当的好。麦卡洛接球后也直接出手得分。周一翔，上周的单周 MVP， 分球给博朗再来一颗，哇！第一节。这个啊是，哎呦，这整个信心完全打开来，那就有点麻烦哦。哦，麦卡洛，麦卡洛马上有一个分数的回应。对，还好。麦卡洛再投一颗，对，没有碰到篮筐。前面博朗跑快攻，接球，双手扣篮，这是桃园范谷啊。对，你会发现梦想家即兴打球，那 Vince Carter 就是告诉他，怎么样把身体保养好很重要。来看一下，又是国王出手，再来两分。可能梦想家要问的是，怎么样子能够挡住波浪哦？今天的咖啡有点太呛了一点。哦，还好阿吉赶快回来一个，这个里外都失手的感觉，对梦想家来说。不过目前比数还咬得很紧，28-25。这边葛拉汉来到普拉斯的李学林，然后也问了助理教练马一红哦，似乎都称赞有加哈，这回很。这个切到底挑篮得分，阿吉切入，这边篮底下扑进的是麦卡洛，单打杰森瓦什本，哇，前面已经偷跑了，对，瓦什本接到球之后来个单手飞扣，对，所以看格拉汉的这个观察力真的非常的这个明确哦，这样的对决，哇，这球直接被点掉，球还在梦想家这一边 ，Marble 直接再投一个三分球。对，所以卢俊祥分给了周一翔，在左边的边对篮筐的右边啊，投进了这个三分球，不进去，周一翔他自己打，好球，分到底线的空档出手，对，哇，哈哈，这个瓦什本在后面拿到这个篮板，摆进分数。马布尔。这边要硬切到底，来看一下裁判给 N1， 裁判给了，关达又把速度带起来，往里面交，博朗有身高的优势，对上周伯成直接拿到两分，对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摆进，自己再抓第三波的进攻，顶开了大 B 还是被挡下来，这个就想的有点太复杂了，来看一下阿吉。
给到托神的吉尔贝克，终于来了一个双手飞扣啊！对，所以在半场的分给周瑜翔，这边来单打陈正杰，身体靠上去，这边啊直接被打了一个 A 式快攻。嗯哼，算球迷有创意啊！说的也没错了，李学林好球啊！最后到篮底下没有人自己上来，借力没有借到啊！不过他已经很清楚，现在有看到队友的位置，就是博朗单身的，哇，这是一颗空心的破网。我钱可林现在像在对付林书豪一样，紧紧捏着他，对，还是被葛拉汉找到了这个出手的机会。张镇雅跑出来，哇，这边直接被马布赏了火锅。来看一下马布尔的处理，直接要靠上去啊。对，因为面对李学林在下半场，阿吉这边倒是是先出赛了。这边终于打出一个挡拆的配合，让吉尔贝克啊空抛拿到这个分数。对，管达用点不进来，哇，这边想传球直接被挡了下来。对，投了，哇，换个篮筐还是很准的。对，阿吉突破他心上第二的抛投球，开始要找回他习惯。李航源，吴俊想到篮底下拉杆上来，好球，球滚了进去。等一下还有一个加罚的机会，做一样的战术。嗯，这次阿吉走不一样的路线，选择自己突破。对，所以 Washburn 如果不扑上来的话，林俊杰就选择自己上了。目前也对自己的攻击是更加有信心哦。哇，这边博朗，马上再来一个三分球。沃克在分球，吉尔贝克篮底下勾进这个分数。对，现在就是华叔们脚步的变换啊，打掉了吉尔贝克。进攻时间还有十秒钟，再分给 Washburn， 转身找篮筐。哇，这边对抗之后的出手受到了影响，对，球出了底线，因为已经进斗到大吴俊祥接球后，现在来突破挑战篮筐，篮底下博朗捡到了这一球啊，白进分，再回给他，剩下三秒钟，陈正杰必须要出手了。这边来一个拆弹的三分球，对，球还在地板上，来看一下陈玉瑞再分给后面 Washburn follow 进来，捡到这个进攻篮板加一，得分加二。马宝这边啊，空篮机会来一个双手飞扣。对，这次就是可能跟新队友之间三节的比赛剩下大约一分三十秒。马宝拉回来，再加一个三分。吴俊祥这边有一个三分的投射机会，没有投进，不过篮底下 Washburn 补进这两分。对，其实在场边已经看到马布尔突破到禁区，哇，好球！马宝大 B 感觉今天的发挥比较有限嘛。在这个追分的时刻。吴俊祥，好，这一次啊切到底，左手上篮得分。这位总呢，捏在三分线外跳起来。对。吴俊祥在分球助攻找到了 Jason Washburn。往禁区交，博朗的身高优势，直接翻身找篮筐，再加两分，来到了二十九分。现在也要大兵在喘了。对，可是到篮底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哦。马布尔打得很辛苦啊，拿到这两分。对，所以很明显，马布尔外围，哦，好球，还是要靠他的个人能力哦。开给外面的 Washburn， 周一翔接到球后啊，有一个瞄篮机会啊，这边三分终于来了。对，管达用。用速度来过，哇！前面闪过了周伯成的封阻，麦卡洛，哇，好球，吃掉了博朗，
给他球，嗯，这一球终于挡掉了。大 B 转身直接看篮筐，哦，好球，中距离两分，少见的大 B 到了十一分。哦，他收球位置很不理想啊，前面让 Marble 直接双手扣篮，哇，瞬间现在回到了八分的差距。周瑜翔协助分球，哇，后面卢俊祥，这个是重要的两分啊。马吉这边追一个三分球，对，还来得及再试试看。比赛啊，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吗？但是梦想家还是有手啊，花石本再拿两分，哎，这个篮板球下来，最后的比数就停在93-82。主场的领航员在本周啊三场比赛的第一场比赛击败联盟龙头梦想家，斩断了梦想家的三连胜，同时取得这个对战的本季第一胜。今天这个波浪咖啡啊是又浓又呛啊，单场31分的演出。